前绯闻女友是他，前绯闻女友这么不光彩的事情，没有，我觉得那时候为什么会被这样传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几乎都腻在一起，而且那时候他空窗嘛，我先讲哦，我跟他第二个老公没有 double 到哦，没有哦，就是我是填满他空窗的那个期间。填满时间，我只有填满时间。那时候我阿公还在的时候，听到看到这个消息，他好开心哦、喔，因为张秀清是他的女神呢，他没想到我孙子竟然会跟女神传绯闻。还好后来我阿公走了，这其实真的就是姐弟，就是姐弟。他也喜欢没有练，没有练，姐弟喜欢弟弟啊，怎么没有可能？我有开玩笑跟他讲，我就说。哎、欸，人家写我们差九岁姐弟恋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吃亏一点，因为我原装的嘛，啊，你嫁过了。他说不行，你小我太多，我宝贝瑞，因为我会有罪恶感。结果隔年他嫁一个小他十二岁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年纪太大。更小，更小，也是可以的。我不排斥啊。哦，最大到最大，对啊，最大有个 range。可是现在比我大的应该都挺轻，都挺轻的吧？对，这陪伴嘛，你不要说陪伴。我很想要有小孩哎。哎，秀清姐还有月经呢，你干嘛？他有滴滴答答，他有说他滴滴答答，他看中医，他滴滴答答，对，滴滴答答是肾的问题还是？不是，他是月经，滴滴答答，医疗奇迹啊！真的没骗人哦，那我相信，因为他很善良，所以老天爷还在等他。你会在意有那种结过婚的女生？不会，不在意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结过婚，然后。孩子要跟我，我也 OK 啊。哎，买一送一。哎，你知道我爸妈？我不是说我爸爸74岁了嘛？哦，妈妈65岁，他今年坐公车不用钱嘛？你知道他两三年前他已经等到不耐烦，他就说：“我拜托你，带个孩子给我们，有个孙子，好不好？偷生的都没关系，偷生的都好，只要让我们抱孙子。”他已经到这种求生若渴的一个地步了。我一想，就是没有人要配合嘛，没有搭配的对象。我还思考过，我想要存钱去做一个 baby， 因为我有朋友，哎，你们应该就是业界，然后他去做 baby， 我就好，那小孩好漂亮，好可爱，那也是自己的孩子嘛，对，哦，可能我的朋友你不认识，对，很多嘛，那你要做一个混血的吗？随缘哎，